大家好，我是老萧。新年到，人开致富路，猪拱富贵门。今年的新年呢，假期非常的长，所以老萧决定从初三开始，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7点，我们都会有人来值班。如果呢，你有来美丽华附近逛街的话，老萧都非常欢迎，你可以来我们的店走走看看，赏赏车，聊聊天。新年，老萧预祝各位新年快乐，发大财。